我怎么觉得有两组人用了同样的问？所以如果东西这个东西是没有给完的，那它下面应该是那个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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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猜怎么样？猜这么久？还要再盖吗？好像还有一次哎。重点已经出来了，重点已经出来了。什么重点？盖就是盖吧，把它盖得更像而已。还要再盖一次吧？但是重点已经出来。你们要自己在那边啰嗦。哦，没了哎，没了，结束了。这太难了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剩菜渣嘞。是啊、哦，剩你，就剩你了。我真的猜不出来哎，好难哦。其实我觉得这真的盖得很好，我完全 get 到你反省。哇，真的哈、哦，还好你看得出来那个东西是什么。上喽，上吧，耶、！再来，从哪里开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开始，这是我出的吗？阿进五十，这我出的。哦、哇，我出阿进减肥，高子成功，然后谁？你为什么要出跟我一样的？胡子盖了这个。那这个是在盖什么？这个是鱼竿出的吧？在盖什么？他想盖阿进的人设，大胡子，大阿进变成小阿进，两只猪，不是，这是两只虫，我不行呢、欸，完全不像阿进大秋，我变小了，算也算变小了吧？这是谁盖的？哦，这是谁？这个是不是福谦盖的？变小了。那你够了，果然是一系列这种东西，那我就要接受这个。果然是他妈的你的水准，哇！蔡章，你干嘛盖那一根啊？返老还童啊？不是啊，你那根不用出来啊？有没有？你看那个老人下垂，然后婴儿就是小孩子，他还童之后就硬得起来了。你给我下！皇上，差不多嘛，你看跟返老还童一样啊。可是题目是安静。哎、欸，按太快了，按太快了，我来按好了。你按。如果要关频道，什么东西？什么关频道？胡子。胡子写关频道。也大家不是都会发那种我要离开频道的那种吗？哦哦哦哦。哦，呱呱盖了，这是什么？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标靶。这是飞镖吧？我要盖一个箭头，但是。我发现太小了，我盖太小了，来不及了，就这样了。完全 get 不到这个，很像飞镖啊！我按了、哦，好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猜的好哎、欸，黑白红，原来一个三块面哦，黑白红，我黑白红，黑白红，黑白红。那我问你，黑白红你要猜什么？黑白红，飞镖啊！我是猜飞镖哎、欸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下一个。我写轮眼，不错，其实其实我有猜到，你不是很棒吗？你熊猫的颜色白反了啦，可是你那根本就是兔子，所以我兔兔吧，大魔术兔兔，你为什么熊猫是肚子黑一圈，不是手跟脚啊？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，是兔子吧？我没猜错吧？好，下一个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好强哦！哇，大魔术兔兔麻婆哎、欸！哇，你还猜得到哎、欸！重点是你们看我猜的，猜猜看他。嗯。哇，大魔术兔子麻婆。有没有是兔兔麻婆豆腐？可以。魔术师哎、欸。对啊，一看就知道这是魔术家的配色吗？对啊，我先看到魔术师，然后看到麻婆豆腐，然后就知道这个是小当家，好猛哦！哎，你好猛哦！完了，我要结婚了哦！呱呱的，他走歪一边呐、啊欸！他绕枕哦！这是我的家，你程度真的。到这种人，程度真的很烂哎、欸！好了，不然你们之后教我怎么盖人好不好？他绕枕，那个头歪歪一边哎、欸！因为我发现我算错了，中间没有抓鸡数个，头没办法摆在正中间。不然我就会开鸡。天哪、啊！哦，点头足怪。这是什么？盖的不错啊，盖的很棒。而且这是他的身体，你没有，这是他的身体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蛮屌的、欸。我盖的，谢谢猎头。重点是旁边他的身体还这样倒在地上。哇，蛮屌的、欸。我还在想愚人节的、欸，很有猎头族的感觉吧？
呀、yeah, ，走吧走吧，下一个。不行。难怪，难怪。为什么？就有些愚人节玩笑会害死人啊。猜得很好哎、欸。天哪、啊！把朋友杀了，然后你们看我干什么？哎呦！哦，好可怕啊！这个好可怕啊、哦！问号、惊叹号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！吐血！不小心好把好朋友杀了，我把他吐死。你们的愚人节都好可怕、哦！对啊，好邪恶啊、哦！他们的愚人节。最后谁猜的？猜什么？四月一号要回家。牙齿等人大作战。有点重啊，蛮类似的啊。那个，我觉得我干错了。他没老婆怀孕了，我完全没有带过，没有老婆，没有怀孕，可以吧？而且还是阿美的。哎、欸，阿美，你的眼睛不是应该钻石砖吗？阿美，你老婆的眼睛不是蓝蓝的？对啊，都不短发的，我短发控啊，改短发。天哪、啊，没关系，他头发长回来了。金发，你猜、欸，你猜，水猜，对啊，我也蛮，我也猜的蛮好的，猜到怀孕了、啊，你猜这个，好冲啊，又回来了，哎、欸，回来了，我努力想到上一题怎么盖、欸，哎，阿美，又回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重点是你看我猜什么，哈哈哈哈哈，不猜，哎、欸，好猛哦！对了，因为我把他自己的老婆盖成这样，我们就知道他未来老婆会长这样啊。我太如此啊！你老婆的人设真的牛逼！天哪，这什么、啊？橘子吧？橘子，这是橘子！耶耶！就是橘子，是橘子。他说：“我以为是南瓜。哦”阿菊很难呢、欸。哦不，瓜瓜猜错了吧？像小萝卜啊。南瓜长出。橘子架子屋。很难呢。别把你小孩以后长那样。这个怎么？还真的是。哇！人跳是什么、啊？那还真的，哎、欸，那我跟你盖超像的、欸。人跳还有仙人掌哎、欸。你有看到吗？哇，你这个很有，到嗎这个也很有才，真的很有才。get 到吗？我没有 get 到这一题。你 get 到了？有啊，只是你下面那个很汤而已啊。这是下一个来。哇！哇！哇！哎、欸，好像哦。哎、欸，你的好可爱哦。跟我的一样、欸。你看，好可爱哦。对。要学起来，学不起来。嗯、啊，有没有福谦学一学人怎么盖哈、哦？我学起来了，谁把他眼睛挖掉了？不要不要把他眼睛挖掉。下一届我会努力盖出人来的。是这样子盖啊！来看一下下一个我盖的。耶！我靠！好屌、喔！好啦，就好屌哦！好棒哦、喔！看来下一个会怎么盖了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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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真的太难，这真的太难了。太屌了，这谁猜的？哎、欸，这也是仙人跳，这也算是仙人跳啦。这太安小，你毁了这个题目。啊，这个你单看这一张，你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啊？这个真的啊，在前面这样还比较好看啊，但是这个我就真的看不出来啊。可惜，没有任何。仙人跳到最后还是仙人跳，只是变成仙人跳的解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有 happy 吗？他是跟别人还 happy 耶、欸。对 happy 耶、欸，他的害到那个床单都飞起来了。你早是用半砖呐、啊？飞起来，飞起来，三角。一辈子。下一个。
而且这盖的超可爱的，这好有才华哦。然后你看下一个，你们一定要看下一个，一模一样。大家都在讲，一模一样。熊猫，阿纪你变好瘦哦。一样啊！一模一样，都一样，我怎么猜？一模一样，烂透啊！烂透了！哦，这样子啊，我连续抽了两次一样的题目啊！竟然可以盖的一模一样，很厉害吧？太屌了吧！天！然后怎么猜？谁猜的？等一下，我猜一个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滤镜。我猜的，因为是我，因为一模一样。啊？为什么啊？我那时候就在想是变小了还是减肥成功啊？哦、你说换季？后来我想到一个。哈哈哈！不我猜的多痛苦。哎、欸，哇！可是你不觉得这个很传神吗？你们都在还原那些传神吗？都盖一样的、欸。阿达一，阿达一组哎、欸，阿达一组。他妈的，真的！你不觉得这个很像吗？那个。哈哈没有出来。那就会有洞了，会有，但是没有，这个是刚刚佛前盖的那个生小孩以后就会长这样。对啊，所以这样不就是我有小孩了？这是佛前那一个的下一阶，洞洞人啊，就洞洞人，因为没有时间填满他，天线宝宝盖完之后生孩子了，下团去，下一个。哦、oh, ，God， 超难的， oh. 这超难盖的、啊，抱歉，很难呢、欸，哦，还原 DLC， 我、哦、这好难哦，这超难哦，这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盖。啊，鲍和老师，哎、欸，你知道 Android 有那个 App 吗？我才不知道该怎么猜、欸，有啊，而且我这边还要写 Start， 还写不下，他就是啊，刚刚我刚刚那个讲，刚刚那个。那个假装杀人的那个一样啊，感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现场。他是起来说黑黑骗你的吗？对呀。他起来说黑黑骗你的，嘿，骗你的。这个是他的领子还是他的眼睛啊？领子？什么筋？领子？他的领子还是他的领子？毛巾吧，蔡哥啊。啊？完全 get 不到这个，你已经死了，一个灵魂出窍的意思吗？这个有点像啊，已经死了差不多，还可以，真的看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了，怎么全是啊？胸口有七个字，胸口有七个字，根本没有看全四郎啊，胸口有七个字，对不起你，你是说那个你已经死了的？对啊，那个烂透，没有人 get 得到啦。神拳，没有人 get。最重点是你盖的超烂啊。嗯，对啊，这次就是没盖完啦、啊。我猜的啦。什么比自己美女文酷酷是什么玩意儿、啊？你说后面你们是酷酷啊？你怎么像裤子啊？蓝色的就是酷酷。这个是脚的，想说啊不要盖脚，把脚打断。然后想说啊来不及打断了。原来哦、喔，对不起。烂透了，好烂哦！哎、欸，没了哎、欸。啊，好累哦。好啦，我要休息，我说明天要上班。对。哎，我要休息了。但是我们要先选雷包是谁啊？对。吴文凯瑞吧。上一题吧。嗯、你为什么会没猜出仙人跳？观众选啊，你们觉得这是最雷的是谁啊？观众觉得吗？观众决定了，好累哦，好累哦，好烂哦，吴谦你好烂哦。不会、啊，我下次会进步。你学起来怎么盖人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学起来，我现在在汲取养分，下次就会长成科大。我看，你看我这边的人都写了、啊，福谦，我这边有一半是媒婆哎，哇，千雷包，福谦，有一半是媒婆，居然都没有人说我，太棒了。
这但是其实胡子也是蛮烂的。胡子的福签不是胡子的阿弟怎么说？没有啦，我也很烂啦，我也很烂。我的仙人跳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画，很漂亮啊，很可爱。福签没博福签空洞母汤。中工人不，我下次会记得补起来的。中工的人到底是怎样啊？没有时间盖完啊，中间先描个轮廓嘛，有时间再把它填。不是，重点是你那几个方块要盖五分钟哎、欸。我在构图啊。构图？你打草稿哦？你跟我说是自己构图的结果。对啊，那个是抽象化构图结果。我觉得我仙人跳盖超可爱的、欸，不觉得吗？可以啊。我觉得他猜得到也很厉害，因为他是天使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也是。没有，我没有画翅膀，我没有画翅膀。哎、欸，他有一个， oh, 他有一个小法杖。仙人跳，这看起来像女的、欸。他有一个小法杖，就仙女啊，仙女啊，仙女跳，这样才可以知道是仙人啊。哦、嗯。然后最后一个，所以还是败在福签最后一题，所以还是福签的问题。哎、欸，那个我是不是画的也挺好的？来啊，是我这是愚人节真仙人跳啊！愚人节的题目你要猜什么？真仙人跳、啊。愚人节看到这一幕。你要想什么？被子飞。所以你觉得老公跟别的男人嘿嘿是是愚人节笑话吗？这个比较贴切。好啦，看在他被子都飞起来的份上。不急，可以。他就是很紧张，然后赶快把被子拉起来。有人说福签的艺术太具攻击性了。啊，大家晚安。我好啦，大家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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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那就这样啦，先关喽，大家晚安，赶快睡，12点了，拜拜。晚安。累了。